我们下路线推回来的。他在打蓝了是吧？感觉可能在这里抓我，也有可能，不知道。如果他狂推线的话，他就不可能来。去上了，你知道？没闪，可以看中吗，峰哥？爆他个盾。不太好，你走吧。好。没事，米兰没事。他就是这么干的。他着急跑了。可以来这儿吗，平哥？这次不可以打。阿杰继续上了，我再赶。跑不掉。急跑。没事。我再赶。我也在赶。来，我给他拉远。好。我再赶了。A 一下他。好，退回来。慢慢打。我来了，能减速吗？算，慢慢推线，我大推线，推线，我们吃龙血，马哥你推的，哎，吸血鬼输了，吸血鬼，在路上，可以打，我们那个带的，猪粘一下猪，把这个逼了，呀 ，nice， 慢慢来，推中线，跟我站一起。他们谁交闪了？这不，吸血鬼什么都没交，被秒了。他肯定交都会来，他交了技能。哎，上路，要看别，要看别。太痛了。没事。出去你没事的。我们这波准备吃先锋了。我想回去补装备行吗？我1500。看我。完了，他打我。再一遍，把这个杀了，你知道。一拳 OK， 你知道，帅。小心。走，别走吧。好帅啊，我都看不懂，好帅啊，怪帅，我操，牛逼，我操，全网蓬坑的头，没关系，让蓬坑的头，他挖掘机没闪了，是暗爪还是闪？暗爪应该是暗爪。这波吃小龙，吃先锋都要吃。OK， 吃小龙，你可以守米人，你有 W 吗？你有科学吗？我做个极次之甲吧，经济之甲还是做狂徒？做狂徒吧，可以。米人得小心，就守塔，这波出去很危险，我们回蓝家过来帮你。哎，抱回来，能抱回来吗？能闪回来吗？有 W 吗？米人听我的呀，在塔里，米人听我的。我去点个野。别乱。拼抢，天书拼抢。拼抢吗？完了。没事，打吧。挖掘机杀了，还有机会。看 AD 的。我丢了，你挖上去，保护 AD。慢点 ，AD 小心 ，AD 小心，保着打。他没狂风，买的。哎，好，我闪。看这个吗？你们保一下 AD 啊，兄弟，说了好多次了。没事，我的。我们推中来个人猪。我来，你来中，米人推着就靠，走了，哪个走？走，不安全。哎，别走，给个 T， 给个眼，给个眼，给个眼，来，给点，给眼。好马哥 ，AD， 我操！哎呀，我金身没开，操了，好杀，米少轰他，米少，好走，米少，天书你也走，啊，这波我秒表没开，没事。先出手一下，守一下，他们摊的话可以打。啊，打架吧。打架，这是要打架，是要打架，别动。等，有了。保 AD 啊，记得保 AD。会保。突。吸血鬼们，快丢了吸血鬼杀了，就杀吸血鬼。OK。他把我们那个换了，看挖掘机。看那个马扎哈，看先看马扎哈。YG打我了。保后排，保后排，看苏给。走了，黑狗走了，要走。你帮我点一下他，好，不然要被一波。好走。没事。再拖一下。没事，红牛给 AD 就行。哎，这人 AD 大影魔刀了。哎，看一下，可以打。慢慢来，你先走，我帮你挡攻。马哥，杀这个人。可以吃我吗？你过来呀。可以打呀，马哥。可以打！保马哥！看后排 AD 啊，小心！那个先杀吸血，杜神 A 打，好轰，好轰你啊，好轰！等一下，马哥慢了，慢了，
拿 A。可以追，可以追，可以追！我在后面，慢点，慢点，别被顶就行，别被顶，这波有龙。我二十六秒、啊，距离不够。减速到了，减速到 A 八 A 八 A 八呀！把他赶走，把他赶走，我十几秒，他比我慢好久。好厉害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他们打野死了，他们打野死了。我复活有期，可以打龙，可以打龙，可以打龙。不 A 那个眼，不 A 那个眼，直接 run， 直接 run， 跟他拼球啊！打了，别打龙，别打龙，别进攻，别打班的，别打班的，马哥我登起来了，我大了，我大了，我大王松了，拉扯一下，别被王松，看王松，看王松，顶我顶苏 K， 杀苏 K， 杀王松。你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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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中，去中，去中，去中。我有踢，我有踢，我有踢，我有踢。马哥小心，给马哥吸血，别被偷啊！别被偷，先进草，先进草。马哥上会，慢点，慢点，马哥。跟我。水龙纹，水龙纹。给老子 A， 给老子，你就给老子顶他。我顶，我去顶。来个人顶他。AD 对 A 塔 ，AD A 塔 ，AD 塔，三秒的瓦解机 ，AD A 塔 ，AD A 塔。这个人打到我瓦解机，点气点气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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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塔，点塔。拿走！打的就是他挖掘机，牛逼！就是你挖掘机，马哥来挑战，获胜时长。兄弟们，34分56，兄弟，34分56是蛮好的。我们小弟，他妈的打着打着，老子键盘掉了两个键，我都没功夫装回去，老子这个键盘现在少两个键，打赢了。马哥正面战斗，你掉的是什么键？你掉的是什么键？我掉的是一跟旁边那个二，我操，装备按不到。哎呦我操，少两个剑给打赢了，根本没功夫管啊。但我觉得我们后期思路很清晰，思路很清晰，是的是的，把他们拉扯住了。牛逼兄弟们，打得太好了。可以，马哥这把真的可以，马哥你很稳，真的。中间有一波是我的问题，我那波 A 那个大龙是我的，那个大龙我 A 等马哥的话，这大龙稳绕的，天书那波真不怪你。这才是比赛嘛兄弟，这才是比赛嘛！打的就是他挖掘机耶，兄弟！我中期有一波团打的巨臭无比，直接被吸了，然后直接被秒了。哎呀，我前期被挖掘机挖麻了，兄弟，兄弟那个挖掘机各种轨道过来，带个水银，直接给他好狠，他开不了。兄弟，打他们这个队玩的就是一手吸，兄弟。这把小马真可以，这把我们 ADC 太猛了，这把 ADC 太猛了。